方丈老和尚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修，这一次学人有机会来到宝刹，应老和尚之命，与诸位同修说一点佛法，借机发缘。老和尚非常慈悲，要我讲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，那么正好是贵宝刹的讲堂落成，这正好像是诸佛菩萨为我们做了最好的安排。道场的建立，第一部讲经啊，应当是讲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我们有了地了，要从心理上啊来建设。讲堂落成呢，确实第一步啊，应当要讲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啊。在中国，自古以来啊，佛门常说开智慧的楞严，讲堂建立的，当然这个第一步啊要开智慧啊，所以这是很不可思议的感应。那么今天虽然我们不能将全部的楞严在这里供养给诸位，但是是楞严经里面的最重要的一段经文，也足以代表大佛顶首楞严的精神，这的确是值得我们呢珍惜的。在下午，老和尚带我来参观这个讲堂，我看了之后非常的欢喜。这个讲堂不仅仅是标准的现代化，有圆满的现代化的设备，不仅仅是高雄第一道场，实在也是我们本省的第一个讲经的道场。如果我们放眼看图，那可以讲至少是在今天啊，在现代这个道场是全国第一道场啊。我们有幸今天来参加第一次，每一个人我想都感到啊非常的幸运。我们感谢老和尚对我们的赐予，也是这个本市本省的同修在老和尚啊这个大福报的庇佑之下，才有这样殊胜的庄严的讲堂出现在此地。今天这个经本
诸位已经拿到了啊，经本上的科判，科判是明朝交光大师所做的啊，就是楞严经正脉。那么科判呢，系在经文上面，我们一看呢，这个经文的内容就一目了然啊。但是今天是第一天，按照规矩必须要把经题跟诸位同修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